12月5号正值第34个国际志愿者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会志愿者全球招募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启动仪式现场，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会主席蔡奇与志愿者代表共同开通赛会志愿者全球招募网络系统，共同向全球发出了邀请，欢迎全球志愿者相约2022参与志愿服务。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志愿者标志也在启动仪式现场正式发布，标志图形由国际通用手势我爱你演化而来，标志颜色由红色、黄色组成，代表热情和欢迎。通过飘逸动感的飘带形式表达心动的感觉，体现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愿景。启动仪式上，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向全球发布了赛会志愿者招募公告。北京冬奥组委计划招募 2.7 万名冬奥会赛会志愿者，1.2 万名冬残奥会志愿者。冬残奥会赛会志愿者主要从冬奥会中保留，赛会志愿者将服务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服务类别包括国际联络、竞赛运行、场馆运行等12类。据韩子荣介绍，报名申请赛会志愿者的人员应具备五项基本条件，包括遵守中国法律法规，截至2022年1月1号年满18周岁，具备开展志愿服务所需要的身体条件和健康素质，具备志愿服务岗位所需要的基本知识与技能，能使用汉语或英语进行交流，能认真参加赛前培训，并为北京冬奥会或冬残奥会赛事运行提供满足需要的志愿服务。韩子荣说，北京冬奥组委将向各界人士提供公平无歧视的报名机会。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